9月19号有爆料称赵丽颖的宝宝很快就要出生了。爆料中说到，赵丽颖早就找好了医院，希望自己的消息不要被透露出去，也希望大家不要拍照。据说赵丽颖预定的是医院的单人豪华 VIP 产房，而负责赵丽颖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是由谢娜牵线搭桥的。如果消息是真的，那娜姐和颖宝真的是很好的闺蜜了。爆料还称，颖宝此次生产的费用大概是1天10000左右，并且医院的安保也做得很好，也是相对了保护艺人的隐私。更是透露颖宝怀的是个可爱的男宝宝。曼谷聊新闻，无论如何也是恭喜颖宝啦。报道。